是不是就当还是三个人？三个人进去了，三个可能。三个门的关系是哪意思？技术不一样嘛，那应该。技术他少个。啊，分几级嘛？三个。他旁边可能是当。好，哎，哥们。哎，上去了。工人忙，哎，去找我。你那边工人找我啊？行了，这边多少个，我们都找你们。是不是啊？啊。这边多少个，我们都找你们。我们找。你做好了，今天晚上还有人。咱们条件了，咱们找不到人。嘿嘿。